民间乡代天宫，庆祝玄天上帝飞升得道。2015全国玄天上帝文化节系列活动，活动由来自全国169间玄天上帝宫庙，共计5000位主事人员及信众共同参加。县长林明真表示，欢迎来自全国玄天上帝庙宇主事人员及信众来到南投，相信大家诚心祝祷，定能上达天听。玄天上帝将护佑各位信众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林县长也祈求本县风调雨顺，乡亲平安健康。今日啊，是咱道教吼，先天上帝啊，全国联合庆典吼，伫咱民间乡啊，这个大天宫啊来举办，来自咱全国吼，所有啊寿天宫吼，地下宫庙啊，会使讲啊几啊百间吼来遮参加联合这个庆典吼，我相信啊，大家拢这么虔诚吼，咱地下宫啊会保庇吼。咱所有啊，这么虔诚吼，咱这善男信女吼，会当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吼。今年啊，做事业啊，大家拢会顺势大赚钱。嘛祈求吼，这个、国泰民安吼，风调雨顺。农委会副主委陈志兴表示，信仰是台湾人重要的生活重心，祈求庆典圆满成功，大家身体健康，幸福美满。今天这中华道教吼，玄天上帝风道协会全国要甲玄天上帝庆典联合庆典，伫咱南投县民间乡新民村遮吼，大天宫遮举办。咱感谢全国来宫庙吼，大家同齐伫遮每年伫台南市吼，咱民间的信仰是咱台湾人大家拢迄类吼，所以祈求这个庆典圆满成功，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随后，吴处长代表县府与李理事长共同建交，将中华道教玄天上帝弘道协会的会旗传递给活动下届承办单位台南市南西区北极殿，由该庙主委刘兴汉代表接受。吴处长并致赠感谢状给赞助单位，5000多位信众热情回应，活动圆满闭幕。